小红书。当你张嘴说一个女人是小脸的时候，不管她是不是，她都已经是了。我们不可能记错。是呢，来到腾讯的。哦，我是想说，但是来到腾讯的。他成为了深度不见新项高的业绩，
你成为了家国与肩胛的四个人，还成为了热烈夏季逐梦的角色。他用演技证明自己，把三个跨度如此之大的角色呈现得如此鲜活，真的做到了对影成三人。他是演员王一博。感谢腾讯视频，感谢电影，然后希望每年都有好的作品能够带给大家，谢谢。谢谢一博，期待他们成功的作品。谢谢，每次都用非常优秀、非常有诚意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。是的，我们再次请两位嘉宾继续为我们介绍。好，获得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电影演员的是，请看大屏幕。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，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电影演员的是，请看大屏幕。来了。